塑料管结石伴生积水是怎么回事？一、非手术治疗适用于结石小于1厘米的，结石位置有向下移动倾向，肾功能无明显影响，无尿路感染的患者，大量饮水、服用中药、应用排石颗粒、应用显精剂、跳跃活动等。二、塑料管套石，在膀胱镜下用套丝篮将结石拉出。适用于小的活动性的中下端塑料管结石。三、塑料管镜下取石和碎石，塑料管扩张后放入塑料管镜，见到结石用一电和超声碎石器碎之，结石也可直接用取石钳取出。四、体外冲击波碎石，主要适用于上段塑料管结石。五、手术塑料管切开取石，适用于。以上治疗方法无效的，结石大于1厘米，且表面粗糙不能自行排出者，或有塑料管狭窄及感染的患者，预防每日进水量2000至3000毫升，炎热夏季增加到4000至5000毫升，大汗后还在增加，至少保持每日有2000毫升以上的尿量，可采用池化水饮水，该水容易。